小蜜蜂的一天。太阳刚刚升起，小蜜蜂就起床了。早上，小蜜蜂飞到桃花上采蜜。中午，小蜜蜂飞到礼花上采蜜。下午，小蜜蜂飞到玫瑰花上采蜜。到了晚上，小蜜蜂已经采了整整一篮子的花蜜，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小蜜蜂真是勤快，小朋友，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事呢？